六月二日凌晨四点，豪大雨降下来，急打慈济志工接获消息，25户祖屋淹水严重。儿伦的甘榜上一波比较严重了，因为那个淹水呀、啊，就淹到这个腰部来了咯，也是。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是退了啦，就看到他们就在洗啦，在搬出他们家里的那些电褥也不能用了啦，那些床褥啊都不能用了，的确是发现到是需要了。然后需要给他们一笔来，补助他们，就是应急啦，应急哦。我最近来帮着最无白些，哦，入厝了，最入厝了。我点正那边呢，过头咩一刀来，就行不无变啊，个了唔行无通救，个了歹个。车参摆车先倒，洗衫机，个了无通救就对啦。有人有心来到外手，有一个心来到外手，咱真欢喜。五月底刚发生车祸的马尼遭遇困难，但是不害怕。sampai orang tolong sampai tiga tahun, lepas itu kemarin jumpa lagi banci, ayah lagi mari jumpa lagi ati suruh hari ini. 看灾结善缘，邻近的印度寺庙主动提供发放场地。so ini cadangan ini tokong satu tempat ada, tu.Awal datangnya bagi kampung kita orang ramainya drama, saya pun setuju lah. Saya hati banyak seronok. 在宗教圣地得到抚慰，急难当前心安定。大爱新闻王哲卫、蔡梅芳，马来西亚报道。